据媒体报道，前日情人节，刘恺威和内地女友杨幂在香港过。下午五点，刘恺威开着价值过百万的保时捷，载女友去铜锣湾逛街。他们将车停在时代广场地库，两人看上去样子都好累，可能新年玩得太尽兴。杨幂一下车就变身小女人，见男友即当场帮她按摩，还小鸟依人地挽着刘恺威去搭电梯。进到电梯，杨幂继续熊抱和腰缠男友，非常恩爱。上到地面，两人才没那么缠绵，但都一直十指紧扣。还见杨幂无名指戴着三卡的钻石戒指，不知是不是订婚礼物。两人先去日本城逛一阵子，杨幂虽然贵为内地一线女星，也喜欢蹲着看东西，蹲了一会儿，最后都是买了支强力胶水就走。